啊，我们是应该回去找那个路才对。那什么路？就那个啊，找那个路才可以找到钩子啊。听说在一个车子哦，可是我没看到车子啊，你有看到车子？车子在我自己一个人玩生存的时候，他就把我扔在车子旁边。好，啊，然后有找到钩子吗？他就在钩子就在旁边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车子呢？我们的车子呢？在哪里？救我！好恐怖哦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为太什恐么怖了恐怖？吧！不对啊，我上次在把我们家盖得好好的欸，然后你就死啊！放了一堆藤蔓跟，谁要这种东西啊？我做很多架子，没有人要这种东西啊！有啊，需要的。诶，我发现什么哎，新地点？为什么？哎，我你吗？我不是啊，应该是你吧？地图是有。我还没看到东西耶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在你在哪里？发现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们不能看我们的那个吗？几格吗？不行，我们只能看边。我是不知道我。哎，是我，我哦，是看到个你。洞窟。哦，好，那你进洞去窟里探面有索吧。蛇。有蛇很好，你有药，所以你可以过去了。那可以做什么？等一下，竹竿加石刀不能做哦。啊，那竹竿有什么屁用啊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要来砍木头，我需要一个长竹竿。长竹竿，最上层好像才是长竹竿，对不对？对，长树枝啊。啊，那藤蔓。又要藤耶，蔓？啊，藤又要蔓藤？可以做榫卯啊。哦，是哦。我要去戳那个，我去戳那只蛇。为什么那么残忍？哎呀，蛇子，靠！为什么那么残忍呢？那蝎子怎么吃？煮熟？要煮熟？对啊，你可以不煮啊，没关系啊。我是不会阻止你啦。煮熟就不会有毒是吗？对啊，哇，专业救生员。什么救生员？是专业求生专家吧？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你是来救我的救生员吗？想多了，哎，我看不到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。他那个石头有没有什么迹象啊？哎，矿石啊，没有，没有迹象。我现在做的是斧头，是要用什么做啊？是用长的竹竿吗？哎，为什么野猪啊？这是你的吗？不是吧？哎，这洞窟放野猪啊？怎么了吗？哎，你又发现新地点了耶！对好啊，好棒神秘哦！哦！不是，是这里有人在里面做东西，这是水壶。哦，水壶不能捡。好，中型竹制避难哦，所。哦，空罐，有椰汁哎。有柳橙汁，太好了，赶快喝！不是啊，柳橙汁喝了啊，杯子呢？给我杯子啊，杯子可以装水。靠，没有杯子啊，不是没有杯子。靠！我没有石头啊！有，吓死我！我身上一个石头都没有。现在其实看起来地板蛮多石头，你那时候怎么缺那么多石头？
刚好没有升到吧，可能。所以地图是我这边的，哎，我在，知道吗？你看到地图吗？还没空，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在码头的对面。可以在野外求生。我在那引火。好好哦。那现在，那现在下雨，我没办法做火。哦，我在洞穴。对啊，我要等一下才可以。啊，我在这吃了。啊啊！乱叫，不是我按错了，可是我身上好像有蚊子。身上有蚊子？哎、欸，我分吃那个裸雷。哦，没差吧？没差，很吐而已。对啊，应该是还好。哎、欸，下完雨了耶。我在休息。下完雨了，我就可以使用。可是其实我现在就算看的话，我也看不到你在哪里。对啊，看不到啊。点燃。那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要烤一下肉。插入，还有插入。所以我们每个地方都要留有椰子丸，是不是？是不用啊，看手表就知道自己在哪了吧？哪有？你的坐标啊？啊？看手表在我哦，坐标而已。坐标还不够吗？五三，那哎、欸，如果它的五三十六，我可以对到地图啊。哦。你不是一直都知道的吗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是看南北这样在走而已呢、欸。真假的？我以为你会知道，你可以对、欸。我没有在对格子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又有新的对话内容了，你发现什么？我没有动哎、欸，我也站在这里，是你哦。还就是我。哦，还是你没有对话内容解锁。我都没有跟他讲话。哦。哎、欸，你呀、啊，你在家的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床啊。我没有要坐床，我在烤肉而已。看到对话吗？哎、欸，这是笔记本。对，我看到有一个笔记本。好了，哦，吃东西。看到我跟他讲话吗？看不到。吃东西会补能量。我可以走了。哎呦，有虫子。我觉得那个蜜啊，是不是想绿我啊？他都不太想跟我讲话。对啊，可能就跟村民在很开心的嘿咻，然后他就不想理你。就是不想理我。哎，原住民应该很强哦。啊，对，哎，我们上次第一次玩不就被原住民打爆了吗？有吗？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爱上？把两艘船都开往上游，回来了木箱药物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笔记本？那你，所以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4916。我又下雨了吗？对，可以。我会走一半，然后就看到野人了。可能看到一半看到我，他们野人好像会先唱歌哦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可以。注意一下，如果有人唱歌的话，可能就是有人在你附近。他有人唱歌，我就跑。是不用啦。你在4916。对啊，我在认真的走路啊，到处走走。欸、我忘记怎么观察身体了。
按中间，然后有一个放大镜。我靠，你记忆那么差哦？对啊，老了。我也没有在玩呢，而且我比你还记得哎，为什么？老了。救我！这里看起来好恐怖。可以啦，没关系。你现在是往上游，还是你就是乱走？就往东边走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东边好像没怎么来走吧。哦，我也在往东边。好，我去找你。不要，需要有人陪。是没错啦，不然我会迷路。好，可以。你上次有唱歌吗？我有打过一次。你有打赢他吗？有，因为只有一只。啊，他有衣服吗？没有啊，他就甩着大屌在那边跑啊。真的？对啊，你可以看啊。看到会自卑哦。是吗？就是我现在看不到哦。哦，你的声音，你之后就看到了。哎，这也有椰子哎，为什么有人在这里？哦，好好哦。我在这里。哎，乌龟可以打对不对？对啊，乌龟可以打，拿龟壳。怎么了？是要这么残忍吗？看你啊，你决定。这是什么青蛙？这好多箭毒蛙。玩一下，跟他们玩。他们戳不死。没戳对点。哎，甘蔗蟾蜍可以吃，我记得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有人唱歌了。你那边？对，在我的右边。哦，紧张咯，有人唱歌咯。红腿陆龟，好吧，我还是采收了。哦，你怎么那么残忍啊？没有，他自己死的。那为什么自己死？他自己缩起来，然后你采收他吧。嗯，啊，缩起来不就可以采收他吗？他不就是同意我采收吗？不是啊，他只是害怕。你好残忍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全身有黏液？是什么啊？太脏，太脏就要洗掉。对，不是啊，怎么洗掉？看一下，在随便的水里面清洗身体就可以了。拿泥巴，那才叫做是泥巴哎！不是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46/16，我一直往东边走。你在50/16。差不多啊，很快就到了。好了，没有人唱歌了，太棒了。我比较怕的是遇到蛇，所以说我现在有药可以服啦。那个，哎，嗨，嗨，那个屁啊！我后面卡住了。哦，你卡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又好了，为什么？刚到底是在……他不想。他可能在找地图吧，他刚找不到地图。如果在46/16，我才45，就反正一直往东边。哦，才几格而已，还远。哦，我听到蛇还是什么声音？哎，我要吃这个肉，好了，妈的。那蛇还是蜥蜴没看到，还有听到那个声音，还是蜘蛛。好，讨厌你的声音，我听到咚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咚咚是什么？是你做那个声音？咚咚咚。通通通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是说唱歌吗？哦，唱歌啊，对啊，但是不是咚咚咚吧？他是真的唱歌的吧？我可我真的听到，可是咚咚咚不是哦。我不确定呢。还是只是背景音效。哦。不管了，现在不往那边走了。没关系啊。
要下雨了吗？我要放一下龟壳，有机会就放龟壳。长棍子到底可不可以做？做什么？怎样？石头好容易坏哦。容易坏？对啊。石头不会坏吧？很容易爆啊。哦，爆掉而已。哎，这不是长竹竿，长竹竿是要拿起来的。哎，我看到什么了吗？是你哦。是我吗？哦，我看到车子了。有啦，看一下车子上面有没有东西。希望我等一下找回来我的龟壳。你把龟壳丢地板了？对啊，下雨啊，下雨就装水。哎，靠，长竹竿加绳子不能做哎。竹竿可以干嘛？有燃料哎，拿燃料干嘛？被搭车走了。不可以。我说要回去我们那个地方去生活。好，我要回去我们的营地了。不过，为什么？怎么回去？你可以跟他讲话吗？可以啊，我讲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那个叫什么？没有勾勾。真的假的？可能跟生存不一样位置吧。有可能。哎，不对啊。好像有点迷路了，我也迷路了，我找不到我的龟壳了。我有啦，我有啦，不用拿那个。没有，我要啊，我要用来喝水。哦，是我要。哎，是走过去我们那个地方了。会吗？你应该是直接往地图上应该有显示吧，在那个洞洞跟火的那边啊。可是我应该没有跳下去，奇怪了，我现在没有，我找到洞窟嘛，可是哦，应该上我们这一走。这个要在洞窟再重新做一个。好，现在白天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找到我的龟壳。应该在这附近才对啊，没有走很远。嗯，这里不能花的洞窟。为什么不能吃呢？不能再吃那个。靠靠靠靠！蛇。没关系，还好还好，我有那个，我有东西可以用。我、哦、超大声。好，包，用一下。哇！插入。哦，好了，没事，太棒了。我要往南走才对。遇到蛇，那应该就是在这附近。看一下我的龟壳，应该在这附近的。你从哪边把龟壳带过去的？嗯，
什么东西？你是从人家把龟壳带过去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身上要有可以汲水的东西，不然不行啊，怎么求生呢？名片复活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了耶！现在是又在下雨哎、欸。看那个巨大的碎碎。不对，我走回码头了啊！我们不是在码头这边有盖东西吗？去哪里啊？寻取。码头没有盖东西吧？我们在对岸呢、欸。我现在找不到我们对岸盖的东西啊！找到哦！确定你还可以吗？不行，我心里面幸福太行。好，现在慢慢。哇！我一只手都是水渍。那你自己慢慢用啊。怎么救你呢？那么远。我去！我的一只手就拔掉五六只了，太可惜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忘记那包子怎么解决。包子，你不是说用骨头、骨刀还是什么的，还是什么刺？啊，不是，脚的那个嘞。脚的那个包是被虫的那个吗？是，甚至。整只的话，上次其实没有找到啦，就是那个方法。但是我自己好像有某一种草药是可以把它用起来，就是包扎，然后它就会自己消。但我不确定是哪一个，你可能要看笔记本。对，因为我不确定。好吧。我上次也是刚好找到哎。哎呀，但是我要睡觉了耶，不然那个体力太小了。看一下，随便做一个。避难小屋是要什么？棕榈叶13，好，就说这个避难小屋，可以存又可以睡觉、欸，哎，是不是很棒、欸？这个圈圈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你做的吗？圈圈就是轮胎啊，就是车子啊。啊，不是，你这是石化，你有做石化吗？我没有做，那个是那个是原本就有的，对，它就是不会爆掉啊。哦。就是你看到它，不然我们每次用那个引火，它爆掉之后，然后就要那个啊。靠啊！我现在想一下，哎、欸，有弓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有弓？啊，你上次不是说不要、哦？你说谁用弓啊？在地板啊？对啊，就在地板啊。对啊，谁用弓啊？你啊，你需要啊？我不要。我现在在那个对面。你在对面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在盖家。你为什么又盖家？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在哪里？就车子啊，就那个车子那里。你说我自己在盖家？盖一个避难小屋，因为我要休息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叫棕榈心是什么东西啊？没看过哎、欸。不行，我现在一定要先生火。我要先睡觉。哦，差一点点，我就升不起来了。哦，因为那个不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插入一堆肉，插入蛇肉，蝎子都不能用，蝎子都不能烤哎、欸。蝎子可以，怎么不可以哦？它只能放下或吃啊，应该说满了。对啊，它只能放四格吧？我之前有烤过蝎子啊。哦，巴西坚果太好了吧！哈，你不是一直都吃到的吗？不是，他家你，可是我怎么会捡到巴西坚果？哦，那个吧，应该是
那个包装的，就是你在洞穴里面捡的吧？哦，因为通常都看到是叫不明坚果。我怎么是听到有那种路声呢？哦，是你心理素质不行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我有就在是附这样。近哦，我在努力盖家。按说是我。救不了你，我现在没力气了。哎靠！哦，好，我不用生火，现在是白天。但我现在体哇，力也我是不够生现火在的，过得很好，你又过得很好了。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我刚吃了很多肉，我吃了乌龟肉，吼吼。哇，你这个残忍的家伙！啊？你刚刚他同意谁？我？没有人同意你耶，你是误会了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不明蘑菇？为什么失败了？蘑菇大部分都可以吃诶。对啊，对啊。耶嘿，乌龟肉也烤太久了吧？你火太弱了。是有野人 bug 在附近，然后他一直在走路。没有吧？应该是你误会了。我躲在房子里面，太恐怖了。一个屁哦！我的肉快满了，哇，肉满了，肉是蛋白质吗？对，哇，肉满了还在吃，我们还吃那么浪费哦？哇，还敢说这边浪费？这太爽了。还要抓住睡觉哦。啊，因为有一只那个啦，